能总公司1937年在日本创立，是唯一一个提供影像输入及输出器材的品牌，更是业界中拥有最多专利科技的公司。1971年 Canon 于香港成立分公司，45年来为市场带来日新月异的产品，拓展影像技术新领域。This year marks 45th anniversary of Canon's establishment in Hong Kong. I'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all our customers, business partners, and employees, as you are definitely a reason for our success. Canon will continue to diversify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technologies and customers' needs, contributing to each other.And growing with the city we find ourselves in. This is something we at Canon firmly believe in. Canon 在光学影像产品的生产和研发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带领业界开发突破性的产品。由 EOS 系列可换镜相机以及 EF 镜头组成的 EOS 系统，30年来写下无数辉煌历史。随住2012年 Cinema EOS 专业级数码摄录机及电影镜头面世，标志着 Canon 正式迈进电影制作业。高清户外摄录系统能够于户外自动拍摄，利用 Canon 的广角对焦镜头提供不同方向的移动拍摄，远近影像同样一目了然。Canon 的网络监察摄录机运用 CMOS 影像感应器，在低光情况下仍带来细致的影像，再加上影像内容分析，可以提供人流及消费行为分析等创新智能方案。今日的商业客户追求更高的效率和生产力， Canon 不单止在硬件方面，例如多功能文件处理系统去帮助企业，而且还有一系列的商业影像方案。现在无论我们在公司或者外出， Canon 的文件管理解决方案和工作流程系统都可以方便商业客户有效地管理他们的业务和资源，为香港推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办公室。加上 Canon 最全面的生产型数码印刷系统，令 Canon 可以服务香港各行各业。Canon 配备全面的打印器材，无论相片或者文件都有适合的打印方案。随着科技发展， Canon 推出高度智能化及流动性的多功能文件处理系统 Image Runner Advanced 系列，利用云端科技，用家可以浏览、修改和分享影像及文件，轻松管理业务及工作流程，提高营运效益。 Canon 更有设备完善的数码制作中心，拥有最新数码文件制作设备，更获得 ISO 27001国际性标准资讯安全认证，为企业客户提供严密保安的数码文件打印及扫描服务。多谢大家对 Canon 的支持，令到 EOS 数码单镜反光相机连续14年全港销量第一，而我们的佳能数码影像方亦获得世界各地的设计大奖。除了展示最新的产品之外，我们亦都提供了一站式的专业制作室和器材租借服务，更举办多元化的影像分享会和课程，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影像创作的心得。位于尖沙咀的佳能数码影像方分为摄影、摄录及输出的各个产品专区，顾客可以亲身体验旗舰级置入门型号的各款新产品。全新设计的自助打印区提供舒适及私隐度高的环境，方便客户处理不同类型的打印工作。如果想一尝化身为摄影师的滋味，就可以去到专业制作室，这里设有各式专业影流灯光设备及器材。除了是一个理想的拍摄场地，大家可以在驻场人员的协助下体验专业影流的拍摄。想提升摄影技巧，更可以成为 Club Canon 会员，
除了可以参加各种摄影课程和专业摄影分享讲座，还可以率先体验新产品，发掘更多影像创作的乐趣。Canon 一直以 Delighting You Always 为理念，以高质素的服务和技术支援，令客人宾至如归，同时亦做得开心。无论是购买前想了解产品，亦或售后的服务，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会透过不同的渠道，致力以卓越的服务感动每一位的顾客。Canon 客户服务中心提供产品保养及维修等售后服务，更获得香港优质顾客服务协会颁发奖项，肯定团队的专业知识及亲切的态度。我们亦会提供不同的沟通渠道，透过全新网上客户服务系统，客户可更方便查询产品资料及维修进度，而企业客户亦可随时随地登入网上平台，自助报标及查询近期的用量记录及账单，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专业维修中心拥有占地100平方尺的无尘室，符合国际标准。随着澳门市场的迅速发展，我们2008年在当地设立了分公司，提供更个人化的服务。We will also continue our effort in community services and grow with Hong Kong as we have been for decades. 共生是 Canon 的企业理念，我们以影像技术结合不同元素，致力在环保、教育、运动等层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摄影马拉松就是每年一度的摄影盛事，推动摄影文化之余，亦将参加者的报名费用全数捐出，支持本地公益活动。全港200几间中小学参与的全港麦兜回收校长赛，鼓励学界响应回收已用完的喷墨打印机墨水盒。2015年成立的企业义工队，每年参与过千小时的义务工作，将善心化成行动，回馈社会。Canon 植根香港超过45年，得到业界及社会的支持，肯定我们积极回馈社会的贡献，屡获殊荣。继往开来，我们会继续以高质素的影像科技产品以及优质客户服务，与香港一同进步，令生活充满色彩。Canon, delighting you always.